峰是你杀的。是。死者季峰为匕首刺中心脏而亡，死前曾有过挣扎，甲缝中有腹泻和肉泻。你的意思是，凶手的手臂上应该有抓伤的痕迹？既然你们诚心嫁祸，后面为何追杀？这就是他们为何嫁祸本王之后又刺杀本王的原因。行凶之人每次蒙面是怕身份暴露，说明不管是谁，本王一定会逼他现身。今日是一年一度的拜月节，两个相爱的人如果在今日完成了拜月仪式，就可以白头偕老，不离不弃。我知道你是喜欢我的，所以还是因为我公主的身份，是不是？你我身份不合适。我可以去求母后成全我们，我甚至可以放弃公主的身份。若是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，就算做个普通人，我也觉得是幸福的。我就是要这样缠着你一辈子。